现在中午1点多了，然后烧水差不多了。今天准备去盘那个，段时间反了差不多有10天了吧，反了差不多60斤猪血在那个500平大坑，那个好久没去盘了，好像有60多天没去盘了。哦，今天过去给他盘一下，看。找我什么呀？然后我们喝了酒出发了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全，今天过来了。哇，这个坑很大，这边到那边一整圈过来，差不多最早400多平到500平应该是有了。然后这也是一个新坑，那我们赶紧抓紧盘吧，太阳快要下山了。哇，这个新坑在底下啊，就在这烂盘边啊，然后太阳快下山了，要抓紧给它盘了去。鸡仔今天好货多多啊，大成运气爆棚呐、啊，开盘！哇，这个坑太大，抽了差不多3个小时多，快4个小时了。哇，那里面怎么？弄得水那么浑浊，那应该是有货。我这边捡到饮料了，加多吧，我给他带。没货，没货的。哇，这边真正绕了一大圈，这500平，我估计500平都不止啊。来看，这一整圈过来，啊，我这石头给他盘一下，看有没货。哦，又没有货，有货是什么？看看，大石头蟹，那完蛋，你完蛋，大群来了，跑到哪里去？哇，一声挺大，故意往下面跑，哇，一声，蟹王，等一下，再给你盘过来，看你，我还在这边，还在这边，嘿嘿，这才看你往哪里跑，你不会被压扁了吧？哦，真的被压扁了，哦，可惜了，这么大的蟹王，哦，里面还有膏的，那咋办呢？带回家去，给鸭子吃，我多少还能吃点鸭肉，带走。按顺序来，哦，螺挺多的，哦，暂时还没看到货，看看这，哦，在这边，哦，小白龙一条，黑嘴巴一张一张的，没有，给它抓过来。哇、哦，这边看，嘿，哦，好，你跑，我这边要咬我吗？又一条，哇、哦，看来，干，这鳗鱼，可以，叫白龙，这边还有一条，发财了今天，嘿，你跑什么跑？你跑不了的，大权简壮你跑得了吗？啊，你要跟我干嘛？进去吧。那个螃蟹滚脚了，往那边看，发财了，哎，你跑得了吗？看一下给不给你，好久没抓到这个，我带回去给他炒韭菜，可以，大章鱼，走了，给他带走，可以。哦，太高兴了！这一只差不多应该有个3、4斤，应该是有了。哇、哦，好大！看一下，给不给你把鳗鱼都记起来？这比鳗鱼猛啊！难怪它会跑这里面来。你看，哇、哦，这什么情况？哦，这只，哇、哦，看，抓不住了，没办法。哇，这估计是这章鱼比。这闷多了，估计是进来溺死的。哇，这边，哦，那应该挺多的。哇，章鱼憋起来，你跑不了了，跑得了吗？哎，这是怎么这么难抓？嘿，进去吧，直接走。哦，都受伤了，估计是被章鱼吸的。看来以后捡吃这个小白龙的话，得那个猪血多放一点，看。
喜欢腥味，偶尔也会把那个大章鱼给引过来。哇，这边还有，哦，好几条啊！看，这边、这边、那边也有。哇，那怎么这么大？不不不，你跑！不，你留下来，这跑跑这么跑，大钱抓不住你，炸锅！喂，哎，哦，这是什么？哦，哎，这是怕大熊太累了，然后给大熊做的凳子，给他带带去。哎，现在你跑不了，来来，跑，你跑，哎。哇，还有啊！哇，呵呵呵。哎，跑得了吗？你跑，你跑，你还捡有我。哎，战火，战火。喂喂，就给他找，找认真一点，要找灭火。哇、哦，这整整一大圈过来，累死我了。现在估计也没火了，找灭。那我们看中火去吧，他也快下站了。走走走，今天发财了。虽然说鳗鱼不怎么新鲜，但是是练着我，哇、哦，直接发的，看这个，喂、哎，来来过来看，这看那，看看看章鱼在干嘛？哦，这是他的嘴巴吧？哎，连个嘴巴嘛，哎，在附近吗？来看家中火去，哇、哦，今天直接发财了，哇、哦，鳗鱼，小白龙，哇、哦，看一下。这估计是，哇、哦，这是懂得反抗，看，嘿，直接章鱼哥被咬住了，哇，你厉害，哎，啊，哦，哦，这猛货跑进来逆食，然后脚白龙都被，可能这章鱼可能挺喜欢这脚白龙的吧，然后今天脚白龙我看抓了有十几条吧，应该有个，差不多五六斤应该是有的，然后加章鱼哥。这些拿去卖的话，起码可以卖个小三百吧。因为鳗鱼可以卖个一百多，然后章鱼、三四斤啊，也可以卖个一百多，直接卖个小三百吧。那赶紧我就拿去卖，这五百平大坑，第一次盘的新坑啊，不亏我那六十斤饵料。走走走，赶紧拿去卖哦！底下那个垃圾得给他带走。哇、哦，今天最开心的就是遇到千年难得遇的猛货纠缠在一起。互相自由，哇、哦！脚白龙被章鱼哥打得没办法，那赶紧这个抓紧拿去卖掉，那就回去了。那本期视频就到这边，好，希望大钱的帮忙点点关注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